今天是2024年6月23号了，我来仰光已经快一个月了。这一次是在仰光的兰达亚工业区 FMI 租了一套这个院子，就是小别墅吧。这次来创业，这套院子大概花了有250万缅币一个月，然后是租一年。付2个月押金，在这住了有10来天了，之前都是在酒店住。先看一下这个院子吧，旁边是车库，这里有一个停车库，停车位，上下2层，然后这边草坪。现在院子里面住的我跟翻译2个人，这一面是一个抽水的机器，屋子里面还没有打扫。仰光的这个用水都是这样，这洗菜做饭洗澡的用水，一个水泵，然后喝的水就是我们从那个外面买的桶装水，或者说是纯净水。先转一圈，上下2层大概有10个房间吧。外面的环境还可以，整体来说还不错，能住。喝的水就用这个，洗菜做饭用这个水。然后进来看一下客厅，我暂时在客厅里面住，然后这边有洗手间，这边有一个房间，我的翻译住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，这2天冰箱还没搬过来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客厅吧，这是厨房，然后2楼。1楼是这个地砖，2楼的话就是木地板。2楼这是一个这么一个类似于客厅的，然后这一面有一个卧室，木地板，还挺好的，可以。然后这一面还有一个卧室，这是一个洗手间通用的，这面还有一个卧室。那是木地板，然后这一面已经住人了，这一面是一个卧室，整体还不错吧，还凑合能住。今天是2024年6月9号了，我这一次到仰光，我是5月26号入境仰光的。来了有10几天了，这次过来做一些项目，今天去考察一下市场。现在打一辆计程车去市中心苏雷宝塔那一面，约了个朋友，他请我吃饭，然后去逛一逛，去市区逛一下。这个车还是很破的。